老板，这个能回收吗？回收20元宝，切，垃圾小木件。老板，这个呢？这么快就能报到麻痹，我出500万元宝。老板，回收呗。哇，这暴率这么高吗？加15顶级武器，才半天时间你就爆裁决了，你是怎么玩的？就是这款传奇10倍暴率，刀刀爆神装。没错，就是我手上这款有达叔回收的传奇，我也已经验证过了，装备真的可以回收兑换元宝，而且暴率特别高。通过这个视频下方链接下载的玩家还可以得到我的专属礼包哦。先不说了，我要继续去刷装备了，大家记得下载一起玩。